我不能买三豌豆，我买三豌豆他不让我进。顶级厂三豌豆不让进，你知道吧？哎呀，抓野来！敌军还有30秒到达战场，碾碎他。往前走啊，那机器人！我又回来了。对面的人儿都哪去了？机器人往前走啊，咱就不往前走了。嗯，先拿一个人头。我得赶紧回家了，兄弟。哎，算了，我就不回城了，我得赶紧走上去吧。吃他中路三个兵经验，这样咱也不算太亏，嗯。他应该是学的 Q 我估计100%学 Q。 我征服者可满城，小伙子你跟我 A。 来开 E A 晕 A 再 A跳上来 A， 满城征服者 A， 再 A， 一个 A， 哎我靠，为啥我追不上的呢？这边其实穴位有点上头啊，但我估计我回头，哎，我可以回头，你知道吗？但是我就是想杀他，我的移动速度没够 ，A 出来我跟他换，我们的气势都压倒他。我不是防御塔，哎，无所谓的，杀没杀得了都行。我就即使没杀了他，我也是想越塔，没把他杀了，咱也不丢人。嗯，他就即使把我杀了，他也是依靠防御塔把我杀了，他也是个丢人的，丢人的人。你咋的呀？你跟我狠啥呀？哎，你很厉害吗，小子？你跟我狠啥呀？你有什么狠的呢？我没明白，因为旁边有人吗？还塔下耗我的血来了？我给你厉害的，你无非就一个小破多兰盾。回家了，还控兵线，还控兵线，那能让你控兵线吗？我这满城征服者跟你闹着玩呢，你跑什么玩呢？你跑，
走了。完了，坏了，这边他有 W， 哎呀！刚才不换，我不换了，我换他干啥呀？我能杀他，我为什么要换呢？现在该我了，你在教我做事啊？啊？你在教我做事？哎呀！吃我打皮，他要出什么呀？他要出分离者吗？他这两个东西可出不了三项。没想到吧，我又回来了。哎，其实我感觉盖伦现在好像也行，盖伦，我一会儿来把盖伦。我重锤开翼晕住跳眼儿，锤锤重锤跳眼儿是吧？嗯，你跑个屁！你跑什么玩意儿？你他妈的你跑什么？你跑什么？你跑啊？你跑！我今天不追死你！你看着呢。你跑，赶快我打他！我这暴脾气，没想到我又回来了。你可太没用了，兄弟。嗯，你可是太没用了。重锤锤晕锤锤重锤锤重锤，伤害不够。你这尿的也太歪了。哎，看招，这不对啊，他怎么生了呢？我们也能生。小伙子，你就把他杀了，勾引成功。走了，回家了，这波不拆了。这盖伦人儿没了，啊，160。这盖伦要出分离者呀，盖伦出分离者有什么用呢？没什么用啊。现在都出分离者，怎么就都出分离者呢？我就不出，下把我就来个三项盖伦。你把 W 给用了，我跳下来锤重锤重锤锤 ，E
晕，重锤，重锤，锤锤，开大招，重锤，重锤，跳下来点盐，死。你连个手你都还不了。晕住走，锤锤，跳眼儿，他有闪现大啊，我们小心点儿。他分离者了，打人有点疼。严阵以待。昨天比赛武器出分离者了，武器可以出啊。闪现用了，哦，对，他闪现用了。看招！我都忘了。小龙，哎，我估计这蓝枪可能在峡谷先锋啊，我们找找他去。海银打龙，他可能大概率打峡谷。上面的野区呢？你给我死！算了，我从塔里边出来吧，要不然还得绕一圈，不合适。吓到了，我又回来了。An enemy has been slain. 出招吧。据我的推断，这波一血塔应该是拿下了。怎么的？跳上来锤，重锤，重锤，锤锤，重锤，点烟锤，一开起来晕住，重锤，重锤，锤锤跳。别野我，小伙子！这个防御塔啊，就是你的下场。我再补一波。出招！再见！别别别别别别别！追我啊！还追呀、啊？还追呀、啊？看招！别别别！别别别别别！来一个控制守卫，把他们也算上。不点赞算了吧，别点赞了，不要老搞人心态。
我要给他点赞，他就得气死，我就别点赞了。愤怒的砍小兵，我来了，嗯，轮到我追你了。好闪，刚才是你追我，现在轮到我追你了。猴哥推荐个手游，无聊的想跳楼。这把打完的啊，我又回来了。这把打完，给你推荐个手游。既然有兄弟特别的无聊啊，你就可以一边看着我们的直播，一边玩的冒险 online。勾勾一开起来锤晕重锤跳来，把这个塔给他拔了。你吃这个，对，你吃这炮车，快跑兄弟，给我挡一下勾，给我挡一下勾，给我挡一下勾啊，别按安了，杀机器人来，我跳眼儿，杀机器人，杀机器人！你说你们一个都杀不了，这样，我先吸个移速啊，然后我们撤。随时好像可以杀哎，凯隐，这不替死鬼了吗？凯隐，咱先别上啊，咱先别上，谁上谁傻的。那这个时候上肯定是不明智的。还过来，你说你本来你走得掉，现在你走不掉了。来，让他放E，别着急啊。好，你不E我不抠，怎么回事？晕，救救救救救泽拉斯，真面呢泽拉斯。泽拉斯也上当了，他上什么当？他又没死。我来个蟹手吧，这语言我们是无敌了。没有想到卡莎居然真的敢杀我，来来来来来，打一波，来打一波，给我往上冲，别怕，往上冲，来往上冲，对，一开起来跳海晕住锤重锤，开大招点烟锤重锤重锤，有沉默别着急，锤重锤重锤，走呗，跳上来锤锤，一开起来锤重锤，我还有那个蟹手呢，但是蟹手为什么没用呢？这蟹手，这蟹手也太低级了，这蟹手。真实伤害，真实伤害
蟹手也能挡啊。不过现在蟹手确实是不行，你得人多打你才行，一个人打就加200加180，就300多那个护盾。如果是五个人打的话，啊，我们打着了五个人，那就是1000多，那就是不行。现在的蟹手没啥用，蟹手。红 buff 来了啊，我们就把这红拿了。行走的红 buff， 这塔呀你砸的。那塔能让你拆掉吗？那防御塔能让你拆掉吗？那不可能让你拆掉啊。我们来一波虾人诛心，投降了，诛心了。